大家好，我来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个杯子。现在是 drink 模式， drink 模式， drink 模式是用来喝水的。你看箭头对着的是 drink， 然后一、二、三，三下就直接已经进入 close 模式了。这会儿就是关的，也不漏水了。现在把它打开，打开也是有技巧的，向上提一点，一、二、三，现在箭头对准的是滑道这里，像不用已经不用拧了，向下一滑，它就已经打开了。